在台北市近郊的郑成功庙，在1970年末代完工。那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发生停工，大概10年前都是毛坯屋的状态。网友通常说非常的阴森。这里供奉2层楼高的郑成功铜像，坊间传闻说还没有开光，神灵并没有入住，容易招来好兄弟聚集。游客洗手间的地方。